每逢啊中华儿女的重大节日，我们都会同台港澳同胞、海外侨胞共同欢庆。台湾艺人来大陆发展，参加两岸影视交流活动，与大陆歌手同台演出，观众们喜爱啊，我们也积极支持。民进党当局啊，动辄对与大陆交往的台湾民众啊进行威胁恐吓，只能说是欲加之罪，何况如此。